现时手提电脑越出越轻薄。厂商为了争取更多内部空间放置电路板，都会将 SD 卡槽设计到好短，插上 SD 卡后突出太多出嚟。因小弟习惯将不重要的档案储存在 micro SD 卡上，所以一定要改装它。拆开一个 micro SD 卡转 SD 卡器，内部冇电子零件，只要将一个 micro SD 卡插槽焊上去就可以制成短卡转换装置，剪掉多余的部分。焊接八个引脚，年纪大，焊接工艺有啲退步。用慢用标检查有冇短路，短路嘅话，有机会烧卡和损坏不电的读卡器。剪短外壳，安装卡槽后有啲厚，需要用锉刀锉薄佢，再用热熔胶枪固定，将防写的缺口封上。唔封上嘅话，会导致记忆卡不能写入。搞掂，比较一下尺寸，其实网购都可买到短卡转换器。但短到只有16毫米的卡套，大约要买60至100人民币，所以选择自制一个出来，成功解决卡槽太短的问题。频道仲有好多实用教学，请分享及订阅支持，感谢观看。